我们正迎来一个旅游加互联网的新时代。视觉中国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打造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，实现国家旅游局的五项公共服务功能，坚持政府服务于市场、大众服务于大众的理念。平台具备旅游行业云、全媒体交互方式、大数据及认知计算三大创新能力。旅游行业云整合行业资源，提供应用服务接口，实现全行业信息共享。全媒体交互方式实现游客、社旅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互动，为游客提供投诉及问答服务，提升行业公共服务水平。大数据集成平台汇集旅游全要素的行业数据，为政府监管和企业经营提供数据分析、决策支持和应用服务。采用认知计算技术和众包相结合的方式，给游客提供实时精准的个性化旅游资讯服务，推进旅游加互联网的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。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，营造旅游新生态，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开放平台，促进旅游行业良性健康的发展。看得见的平台，看不见的边界，平台有形，服务无界。